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啊，有了这只小宝，就感觉真的每天按时按点起床。它准时的早上7:30就开始叫了。但是，回答一下评论区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要带它出来溜，不是不带它出来溜，而是它刚从外地空运回来，然后呢，它到一个新的地方、新的环境，它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。他要在这边起码要先适应一个星期左右，然后才能出笼。而且3到8个月才是开始正式开始训练他的时候，现在他只有2个月的不到，57天左右。这一个月的话尽量的话都是笼养，这样对他以后就是我不在了，他在家里会比较安静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，一些做一些基础的一个驯养吧。所以说最好是笼养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然后再把它放出来，每天在外面上厕所，定点在外面上厕所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车里空间太小，养边牧不合适。这个边牧的主要呢，就是我们要将来丽江院子弄好了，在丽江院子里养的，并不是说在这个车里养的，只不过是说这个刚好它现在2个多月了，可以出窝了，就运过来了。因为之前就想挑一只喜欢的狗狗，就运过来了。然后等过年或者是过完年回丽江了，然后再带回丽江院子。现在早上起来两件事儿，喂那只狗和溜这只狗。铲屎官你知道吗，早起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他给你叫起来，有的时候啊，你们应该懂的，铲屎官那个味儿到起来的，知道吧？过来，你上完厕所了？哎呀，走，我们回家给小宝喂饭。现在要给他放出来，让他不恐惧进笼子。现在你给他往笼子里塞，他是很恐惧的，他也不是恐惧吧？他是很不想进笼子的，你看，进，看他是很不愿意进的。嘿，那只狗，闻到那个鸡蛋味了是吧？这都是给仙儿来的。他一回来给仙儿又买了好多这种肉干、蛋黄。你还在这给我咬，不能让仙儿觉得有了其他的狗会对仙儿不好，反而现在对仙儿会更好。是吧，仙儿？仙儿，你看他进你的窝了。仙儿，你看他进你的窝。仙儿说：“不要偷我小豆干就行。”又开始护食了，给他一个小肉干。他现在还不能吃零食。是啊，就这样训他。是吧？你看这个还一跳一跳的，他还嘚瑟嘚瑟的。先生揍他，对，先生揍他。揍他！哎呀！好了，让他学会进他笼子。这什么？哎，给你放在里面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在这里面闻，在这里面，里面，这，是吧？这，拿出来呀。对，得每次给他多弄几次，多弄几次，让他慢慢知道进笼子里可以吃饭。这样的话，他进这个笼子就不恐惧；不然的话，他每次进笼子，他抱着一个恐惧的心理。他就不想进，他知道要给他关起来。真乖啊。小仙儿吃的香得很，这会儿。给谁的小肉干儿啊？嘿嘿。仙儿。夸，我跟你说，你夸小宝了，你要夸小仙儿。哎呀，我们仙儿真乖啊，跟蛋蛋一样。干啥？你还护身想咬我呀？啊，你吃不搭理你，不搭理你。
跟他跟小孩一样。他还看着那个肉干发呆，你这会儿不饿是吧？是不是想想藏哪儿？好了，我这会儿到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了，因为明天那个寒冰就要走了，我刚好买了那些烤肉的炉子，最近一直也没有用，今天就把它拿出来，过来来这边买点木炭，然后在这边再买点菜，晚上的话把那个蒋丹那个朋友一叫，然后我们准备在家里搞个小烧烤。然后这个是卖木炭的这边的一个农贸市场，也挺大，刚好就在这边把菜买了，买点这边的这个五花肉，可以烤肉，就这个吧，看着挺好的。好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是雪花吗？吊龙是吧？吊龙是吧？行。吊龙啊！帮我一装。在这边再买点这个牛肉，我还买了这个鸡翅、五花肉、牛肉，我再去搞点羊肉。好嘞，现在我们人到齐了，准备开始支火开灶。那你们把桌子一撑，我开始弄肉了啊。开始准备肉。看小宝在睡觉。小宝睡觉呢，哎呀真乖，今天就好多了，今天就不怎么叫了。我要把这些都一准备开始弄。你们把桌子一支，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输了，我不想拆开，拿个刀出来。你也输了，对吧？嗯。那我开心多了。看，这是鸡翅，然后这个是看这种牛肉，烤出来哇，简直绝滋！然后我还买了一些这个肉，这个叫那个什么肉来着？反正这个肉看这种带筋儿的，然后切出来烤肉也觉得好吃。开始把它们全部切出来。拿过来，我来。看。他们拿的还有氛围灯，赶紧夹一个呀！哎，你不要夹，这样子就挂上，然后夹一个就行了呀。给我这还有三个呢。有很多夹子的，挂上小氛围灯，这小感觉就有了。挺好，挺好。过来，拿凳子过来呀。让他夹吧。切肉。在那里面。刚切完雪花，现在我们来切这块，这块也好吃。端就行了。看他们，你看，那个、外面布置的。我们一块进去，我也要进去，我要去看看那个。那你们进，你们先进。进。我也要还。要不要换拖鞋？换我的。里面光脚就行了，里面光脚。我穿袜子了。里面直接光脚。小宝，有人来看你了，小宝。什么小宝？哎呦，你也没给他带好吃的呀。哎，你别把上面搞翻了。我是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高了，你要弯着点腰啊。弯着了。哎呀，小姨妈来了。看这种肉，一家一家切，切出来看。每个里面都带一条筋，好几条，一层一层的。这个肉烤出来绝绝子。好拧吗？把灯一开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大炮。开灯吧。我把电插上。哦，你遥控器呢？没拿，我去拿。可以。哇塞，这么亮，这好亮啊，是吧？看，这什么肉啊？刚好没事，这个没事，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拿这个，对眼睛都没关系的。这就是直播的补光灯。看，这什么包子？
是无影的吗？这个不是无影，这什么包子？台球才用无影的啊，小肉包。肉包。对。香。饿了。哦。来来来，夹子呢？烤肉的夹子。我们不是以前有个夹子吗？长的。拿筷子吧。我找一下，给你。好了，分分钟准备好。看我们这小氛围，今天晚上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。这个炉子特意买的做烧烤的，然后这个纯铁锻打烤盘，这样的话它那个油不会滴到那个炭上面，就不会起烟啊什么的。先放点油进去。现在不用，等它热了再说。然后看这里是羊肉雪花啥啊，那个剩的，那个剩的啊，还没有弄那个鸡呢，还弄吗？不弄了啊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叫百什么，我给忘了，反正也是牛肉、鸡翅、菇、五花肉一桌。把这个拿下来烤了。那个不行，那个一烤就碎了。拿什么都来烤。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先烤这个不需要刷油。哦，对，猪尾巴呢？你那个拿出来。没有猪尾巴。猪尾巴就不是你那个猪尾巴。你说羊尾巴是吧？羊尾巴。羊尾巴我忘了解冻了。哎，先把吃够了。这个一烤都是油。哇，这么多肉。这么多肉。坏了吗？他感冒了，应该是。嗯，对，你感冒了。我们是不能。行了，先把这几个烤了，脚底下再来点。嗯，这两块你不加孜然吗？加呀。拉倒。我们这西，这是西安的孜然。嗯，这个孜然好香。我加过了，我们不加过了。好喝就行。小妈，哎呀，我看不来。所以说你说你们女孩做指甲干嘛，多费劲呢。来，来，一，来，有节奏的啊！我们新年快乐啊，提前了。就这样子，运过去，碰碰到啊！来，来，一，二，走。来，新年快乐！感觉要过年似的。新年本来就是要过年，这个我喝。一、二都是你的。这个也是你的。哎呀，开始榨油了。喝点酒，我喝点酒。嗯，你这怎么那么高清啊？为啥不拿这个？为什么他的手机？那个是加碳的。啊，他不也是？哦，你说哦，是灯的原因。我说怎么那么亮啊？镜头都不擦的，你拍个屁啊！哦，对，我们从来不擦镜头。他们一拍视频，首先第一动作就是要擦镜头。